马总，张总，张总，宋总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，握手，来。哎，宋总怎么没带电脑啊？来，宋总太穷了。宋总需要带电脑吗？说秀，我是要做 PPT 吧？要不然拿电脑过来干嘛？那我们，张哥真聪明，我们这次做 Word。搞一个那种模板，那是商务服模板。等一下，真的吗？做 Excel 模板。我去找一下。哇，这个好帅！你可以在这上面修改。你知道怎么做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帅有什么用呢？这样啊。是不是？全民时装。来吧，我们先开始第一个。我怎么打开 Excel？ 救命啊！老哥又救命了。你看，还有这个好。鲜艳橙色商务产品推荐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我，哦，扫把也是黄的。妈，跟他刀口是有点用了。白瞎六。成了，这个太普通。什么呀？白瞎六十九。我们这个后面的背景，我们后面的背景还要，我们还要自己设计的，你知道吧？具体就交给宋老师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宋老师挺厉害。这红的不太，粉色的很适合。不要粉色，不要粉色，这么适合我们。还不要粉色，往下一页。哦，有209页呢，我们可以好好挑一挑。哎，蓝色挺不错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像不像婷婷？这就不是我。婷婷那个标，有点像。啊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这个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定要让别人能是啊，哎，眼前一亮。哎，你看橙色，我觉得橙色好看。马哥喜欢橙色，原来我记住了。不是，我是马哥是觉得橙色。我觉得得鲜艳的颜色才有亮。给你说了，我要跟你说了，刚刚那个鲜艳橙色。那我觉得粉色不错。鲜艳，我觉得粉色不错。橙色啊，这么棒，粉色多适合我们。鲜艳橙色，这个好简洁大方。嗯，也行。这个简洁大方，这个。说两步。我就知道你第二个出。刚刚那个多好看，你们怎么都不喜欢呢？哪个？刚刚我挑的那个。刚刚那个你切开切走的那个。那个不是会员，那没这儿。返回。我这不是触屏，不好意思。改个字，太难看。成了更难看。哎，好难看，好难看，哎，好难看。粉色不错，哎，好难看，好难看。粉色，樱花粉。哎呀，可以，粉色吗？那给你名字也打成粉色。一天都做不完，你知道吗？快让我们赶紧挑一个，要不然我们挑到明年去了。一件棉花。此处添加公司介绍。公司介绍。还有个什么视频啊？拍我们这些口述不就是？拍个这个放上去。多少？这个。我来拍，然后把它 P 一下 ，P 成光轮。对，这样一个运镜，一个，哎，不齐哦，哥来拍，这样一个运镜，然后转到上面，然后 P 一下光轮1932。OK， 快 P 一下，快 P 一下，你会吗？那我来 P。我们能不能加点什么音乐啊？在激烈的国内外。